今日去 Off 跟拍 MV 的取景地，那个名字就叫 Fat and Angry Ali。 在 BTS Ali 站三号出口出呢直行，跟住转左之后一路直行，经过的这间 coffee shop 好靓，一路上我们都见到很多特色可以打卡的 coffee shop。见到这间 coffee shop 再转右，跟住就会见到呢度啦，呢度就好似一个小区咁样。一眼就已经见到尖沙咀炸猪扒，整个都是美式的 style 啦，好靓。咁个 menu 就俾大家 cap 图啦。咁食完之后仲可以喺度行下，对面呢间喺网上见过，好似好出名，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睇下。咁今日就到呢度啦，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